我是 Helen 廖海燕，迪进律师行合伙人，很荣幸获得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yer of the Year 这一殊荣。首先，我想向广大客户对我本人以及 Deacons 多年以来的认可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近年来，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全球，我们的客户在业务模式以及用工需求方面也因此发生着各种变化。我与团队成员坚持发挥在跨法域合规、跨境文化交融以及两文三语方面的独特优势，依托香港作为连通中国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担当，以客户切身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结合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多年职业经验，为跨国企业的亚太总部以及来港中资企业客户们量身打造契合管理需求的法律服务及人力资源合规方案，帮助客户们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尽力达到降本增效与合规平衡的目的。正是有赖于客户们的信任与动态的服务需求，我与团队才得以不断思考和实践如何更好地以客户为本，不断探索新的边界，不断提高法律服务的水平，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与客户共同成长，并肩前行，我时刻充满激情。其次，这个奖项的背后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我要感谢 Deacons 这个优秀的平台以及团队每一位成员的辛苦付出。作为 Deacons 的一员，我与其他合伙人以及同事们在这个有着170余年悠久历史的世界级律师行共同协作，发挥各自所长，为客户们提供一站式优质法律服务，我深感荣幸。最后，我想用一句话表达对劳动和雇佣职业领域的感悟，以及对律师同仁们的美好祝愿。于规矩内见情理，于平淡中见坚持，于细微处见思虑，于点滴间见真章。与君共勉，一同进步。再次感谢主办方 China Law and Practice， 谢谢。